去埔里也可以体验当地的。我已经我有了。阿里山也可以。对呀、啊。你为什么去阿里山体验周族的文化？可以，我明天就去。有时候连台湾都体验不完了，还有办法去体验国外？对，是的。听我说，还没叫完。这是哪里？在哪个？突然说废墟啊？埔里吗？月世界。月世界。哪里啦？月世界。在哪里？是哪里啦？希腊，希腊神殿。啊，你辛苦跑去希腊拍这个、喔？这希腊神殿吗？这是以前很久以前的日本地。那你为什么不去北港朝天宫？肯定啊，这个肯定啊。那个基隆那边，肯定啊。富基渔港。好啦，这个有，这个有，这个有。富基渔港啊？不是啦，太麻烦了。